羊排拉着一个男人的手走出电梯。那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男生有没有比宋还帅？哎，仙姑，你竟然在林国良面前觊觎宋排长？啊，你干姐哦，不是我啦，是潘的。我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还什么？TVBS 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《女兵日记》。永远不散。